将忠心耿直耿，保将分担，段红军的勇。朝廷的固执身份，为国忠心耿耿，受不到三朝官府这庙参事呀！段吉为朝廷义勇，在所定领，小将军兄弟那是双胞胎，小弟的可定就在淡淡国地里，接通着红。的江山，我有完了是在这里中原地，这是皇天在来，让我享受天伦之乐，让国为国起见，从家小邦行兵而来，让国子弟就在关中一带，到了高级就爱头兵一球，头兵几笔。想得这件事情，我心肝都感怀疑极大。为什么今早爬起，心肝头会郁闷？可真就什么事情也会发生？不如在这所在小坐一会呀。